学习分啊，哦，这样我们需要排队啊。 我昨天我去买那个那一把这把枪啊，然后我今天才拍 video， 因为昨天我去补习嘛，到十点十五分啊晚上嘛，所以我今天拍哦。都 shopping 我看颜色啊，就是这样。希望你们可以拍like我这个 video 或者 subscribe 哦。如果你没有 subscribe 啊，然后你如果你 unsubscribe 的话，你就 subscribe 哦。然后这是我妈妈买的枪啊，所以。